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说，这三胎家庭也是难搞呀。下一个看大戏的，猫哥现在在处理三胎纠纷。一会儿马上就来了，轮着来，不要着急，喵喵追过去了。哎呦，等会儿马上啊，这一个玩具车不够用呀，那得乘仨。 Hello， 姐妹们，现在北京室外温度39度啊，快傍晚了，这我大姑姐第一次来北漂啊，必须隆重招待一下，怎么样，给力不？你也能快能吃个烤全羊，直接把我烤了算了。<笑>就上次我去内蒙嘛，我大姑姐隆重招待了我猛餐。你说吧，想吃啥？是我们楼下那个凉粉还是凉皮儿？摆托吧。啥？摆托？我们晚上先随便溜溜啊，太热了，明天我带你爬长城去，去吧。<笑>你真狠，无语了，我大姑姐。我发现我们帅帅来两天蔫儿的，你知道吗？估计贝贝适应这个温度，他还不适应呢，还得习惯。 你笑啥？你要自己在这转圈是吧？走，来吃饭了，整整齐齐，热的都有点蔫了啊！这吃个饭还碰到粉丝了，正好孩子们。送我们几条嘎鱼。谢谢谢谢。四你可能能相信，四怎么多？啊，放屁！没问题啊，把屁去了就是四。咱们现在看看同龄人的差距啊。 帅帅，一用英语怎么说？苹果。苹果是吧？二用英语怎么说？我吃苹果。那你纠正哥哥，二用英语怎么说？兔。哟，这就叫差距。送孩子的啊！行行行行，行了行了行了行，咱们得常来常来，喝汤吧就行。嗯，好的。这经理又给我们送了椰汁虾米还有西瓜。哎呀，帅帅真好，谢谢啊。帅帅好乖呀，哥哥喂你吃饭。 <笑>你俩做矛盾了啊！干饭，灶台鱼好喽！咋样，我大姑姐？哥哥，嗯，挺正宗。好吃你就少吃点啊！来吧，跟我大姑姐走一个。万一你正式加入北漂大军营以后，我罩着你带你飞。啥意思呀？能内蒙来的不长点白的就这饮料啊？啊，你换白的。<笑>看这闺蜜俩关系多好。来，干一个吧，酒肉朋友，能和平共处吧？你看，吓得。<笑>你们俩团伙作案呢？ 就在这儿了啊！天哪，是个饭闹腾的。我们吃完饭打算去商场，但是只能带你们俩里边一个小朋友，谁老实带谁去？我老实。谁更老实啊？我下一站雁栖湖，行吧，我这招待可以吧？8点之后免费进。争吵量今天。 咱们坐上有点搞笑了，愉快的一天结束喽，期待明天。